孩子歌需要几步？第一步，超级宠粉。第二步，夏夜最美的烟火。新天外旗下，听超哥你的《七点江海》，大家欢迎来到现场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好吗？好的。那接下来就录我给大家的一首《夏夜最美的烟火》。社恐，一点不社恐。来，鼓，摇起来。
第三步，七点不自控。粉丝宝宝们，你们的尖叫声开始！张海帅，张海帅，欢迎张海来到我们团员的新长，那么正式的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天外传媒旗下金超哥李宇的经典江海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厦门游园会的现场啊，希望大家就是玩的开心，喜欢的话能够今天关注啊，然后也给我们新天外的新品的关注，来你们之后呢，来你们知道直播了，不是快给我们手吗？祝你大家都从最后我们千万新的粉丝，真的是这样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紧张，你说话太开心了。这个非常好，非常开心的话，持续付出来就行了。那我们说话其实是更多是在冲击你们的，更多是我们线上广告的线下，为什么我们线上有很多分享呢？那昨天唱的话，就是这方面各种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在做，然后对吧？就是唱到很长时间，新一场的，新一场的，哎，你们老干还有其他唱的话，就来这边唱，我们唱的是更多。要唱吗？要唱吗？看你们老干在唱，要唱不？就是说用那种虚拟项目啊，不用虚拟项目定很高的，比如说用虚拟项目的话，还是用那种活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抽彩票，然后开山大呀，就是比起重要，基本上。